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KX100 的操作说明。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系统是由显示屏，10寸的显示屏和分页盘还有蠕动泵组成。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界面上，它有分页、预处理、方法库、参数设置等功能。我们这款仪器呢还有强大的软件功能，它可以包括日志、校准、 USB 升级等功能。那么首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各个功能的具体操作方法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分页，因为我们这款仪器呢它适合不同孔板的适用，那么我们这里设置了6孔板、12孔板、48孔板、96孔板、100孔板以及384孔板。当我们要进行分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点击其中的任意一个孔板适用的就进行分页。那么我们现在先以96孔板为例来进行分页，点击下一步，因为我们本机呢它是有三个板位，那么我们进行96孔板分页的时候呢，这三个板位都要进行分页。那么我们把123都点一下，123，点击下一步。好，在我们进入下一步以后呢，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液体体积的设置，我们可以设置微升，也可以设置毫升。这里我们以一毫升为例进行设置。在设置一毫升以后，我们可以同步到本行，就是这 ABCDEFGH 这本行是全部可以同步，也可以同步到所有行，也可以同步到所有孔板。那在这里我进行同步到所有孔板。如果是你觉得所有孔板我不需要的话，那么我也可以设置一个取消，那么再点击一下，那所有孔板就取消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点击所有孔板进行分页，点击下一步，在下一步点击以后，它会跳出一个对话框，这个是保存方法，就是说这个系统已经保存了我刚才设置的方法，在下一次使用的时候我只需要到方法库里面进行调取就可以了。那么我这里设置一个方法，好，现在开始进行分页。此时我们的分页已经完成，那如果您进行下一次连续分页的时候呢，这里也可以设置一下开启，然后在几秒设置以后进行再次的运行。那么我们现在返回到主界面，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其他功能。我们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预处理功能，预处理功能里面包括排空和回页两部分。那么排空呢，一般是指在首次使用本机的时候对软管里面的液体进行排空，排空以后你的液体能留下来，说明你可以正常的进行分页。这里的回页功能呢，主要是使您在每次工作完成以后把液体全部回到您的容器里面，不至于您的溶液被浪费。那么我们再回到主界面，这里还有方法库。那方法库刚才我在介绍分页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，就是我每次的一个设置，我可以到方法库里面来调用。比如说我第一次使用的是一毫升的，那么我可以储存在方法库里面，我下次移的是五毫升的或者是三毫升的，那么我的方法库里面也保存着我的运行方法，那么我都可以到方法库里面来运行。那我们来看，随便调取一下另外的程序，在运行完调取的程序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再回到主界面，再看一下我们的参数设置。这里的参数设置呢，其实在第一次操作的时候您就可以看到，它比如说对软管的规格、
泵头的规格以及我们的例句，还有就是分页的流量进行设置。那您的实验人员在操作的时候也是非常便捷的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将分页的整个一个操作流程介绍给大家了。